继续来看，反服贸抗争已经演变成了社会两派不同的意见对立。而究竟学运应该如何的和平落幕呢？我们来看看学者们的建议。国会前的抗争越趋复杂，前野百合学运导师、台大名誉教授贺德芬表示，学生的声音其实已经充分的表达，但到底能够代表多少民意？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社会，如果能够容忍学生进去，不同的声音也有权利进去。而立法院长王金平是让争议落幕的关键之一，学者呼吁王金平应该拿出魄力，让不同声音先退出国会，否则事件拖越久会变得更加复杂。而贺德芬更拿出过去野百合的经验来看这次学运，认为学生在谈判时不应该让政府要100%照单全收，因为服贸绝对不是一面倒的议题。那学生还是有一定的节制，所以也愿意到总统府去跟总统对谈。那总统开出条件不是马上做到，可是将来他要慢慢的实践，我们总要给人家个合理的时间。那今天我觉得态度非常的强硬啊。那今天的这个议题呢，的确是有多元的声音。学者表示，现在要解决僵局，这个政府必须要有智慧，建立不同意见的沟通平台，可以让人民幸福的平台。而师大政研所教授曲兆祥表示，如果仍无法打开僵局，建议行政院解散国会，让学生也透过选举代议制度进入国会，循体制内来解决问题。请行政院解散立法院，你们重新改选，因为我们现在有这样子的制度，改选了以后，有一些学生领袖有兴趣的学生领袖，他可以来参选，直接进入到国会的议场里面去。学者也强调，这次服贸争议，政府除了解释经济背后的问题，应该不要避讳两岸统独议题，因为许多人民的确有门户大开、国安的忧虑，而政府和学生都应该拿出智慧，找出可以协商、可以妥协的交集点，让社会共识逐渐成型，让学运和平落幕。记者林贤吴家宝台北报道。